小明，你给我一个。Your time is up, my time is now.采收完毕，科民就会开始回收科架和保利龙浮具，堆在岸边。但保利龙浮具材质很脆弱，容易破损，不止污染沙滩，更危害海洋生态。啊，你卡卡卡有无？你啊，你船啊，你啊，你卡卡卡啊，这个，诶，沙板会起来，掉就掉到海洋里面去啊！啊，掉到海洋里面去污染。这是改良过来，就是头啊，这传统的，传统的啦。我加一个网啊，用这个网啊，再包起来，又保护一层，把其他一定会破。啊，破就是一定要搁拆解，嘛是爱搁回收一解。第三代的嘿，啊，这个硬硬板啦，硬板，啊，是不是用讲骨啦？这太看不溜了，这较歹溜了。哦，这钉的物件，啊，阮这有弹性的，阮这个没有弹性的，啊，所以你用这个物件哦，阮较不适合。这个我保护起，这是玻璃哦。这花豹是名山，靠人的袂落去啦。哦，好，好，好。你拢地上边个地，哦，但是会干水啦。起码目前干水，干水较无较重啦。无，无你讲较重。啊，所以干水了，浮力就无遐好。浮力较无遐好。对。问题就是讲，政府话要做这，就爱多做点。重点就是吼，这物件吼，伤贵。都来当尽量啦，其实市政府来当介绍澳鸡，对澳鸡，啊政府补助一下，对。比如讲这一块啊，准到这差不多，卖讲卖讲啥，这三五十台当这，哎哎，三五十就可以接收钱。一定要过去生活落去，把这个户口记了，一定要只有搞啊，这个所在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啊顶管家吼，因为这无空，啊你着用小我家叫叫你出来。啊！你面阁行头搞这个一半只，啊！我拄着，啊！拄着来夹一个两个，啊！开啊！开啊！哦，好，足厉害的，哎，甲说出来，说出来，就伊就开啊！哦，哎，摕起来 ，Yes， 上面，上面加，再见，行哦。7月21号到25号是台南海洋主题周哦。这段期间，只要你入住主题周配合的38间旅宿业者，凭住宿的发票就可以上网登录抽机票。只要你上网站，就可以加码抽好礼，不仅有好吃的螃蟹粥，而且还能搭乘龙海号去玩西湖，又可以烤鹅啊呢！月月玩台南海洋保育抓，海洋保证，海洋保，海洋保育，月月玩台南保育海洋保证不会难。Yes, peace.